所以过年都是在家待产的。待产，对。那有一度难产的时候吗？当然有啊。房思雨晋升 CEO， 八个月没碰情郎。自己对这个保养品的诞生，就它像是一个小孩出生吧。听啊，方思雨最近生了一个保养品品牌，推出抗氧化保养品，当起 CEO。13号穿身披爆乳装，火辣辣的向大家公布产品上市的喜讯。那背后有合伙人吗？我背后没有合伙人。你大概投资了多少？我大概投资了250万。现在多少员工啊？我现在那个基础的话有4-5个。为什么是这个话题？不是话打杂，精力够吗？就是什么都做。那如果员工罢工，你会怎么做？员工罢工哦，再上104吧。安东尼有给你。哎，等等，谁是安东尼啊？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喜欢自拍，就故意偷偷入镜。我喜欢自拍，如果很某重新。金元是没有，金元是没有。我有跟他说，他还蛮鼓励的。上次被拍到之后，再来就没碰过啊。八月到很久了。对啊，很久嘞。但是远距离也很爱。就是远距离联系啊。那他知道你要穿这么辣吗？他不知道。拍张照片给他。等一下，该传照片。等一下，今天长这样。蝴蝶结打开。今天没有没有。情人节怎么过？现在没有，我可能要在家里包货。没有人约你。拜托。如果没有，表示你会生气。我。我听你们的建议哦，还是会不开心吧，应该会不开心吧。他再怎么不浪漫，也应该会不开心。对啊，打电话叫个花店送个花都可以啊。好，我线上可以刷卡的。动新闻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朋友，所以我不会拿这个东西约束他，我也还在了解认识他的阶段。报道。